这里到底是哪里呀、啊？好奇吧？好像迷宫哎、欸，很特别哈、哦。好厉害哦！有没有？哪里呀、啊？有没有看到满天星斗？对呀、啊，有没有？美哎、欸！这边这个秘密的空间里面呢，它是具备了某一个地方的特色。啊、什么特色？我先叫个东西给你喝喝看，啊、好不好？来来来。酒来一个，还有鸡尾酒可以喝，冰沙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冰沙，哎、好好喝、哦。这里哈，你应该想象不出来是什么地方的特色吧？想象，嗯，我不知道哎。你以前呢，就一直跟我说想要旅游全世界，尤其是北欧都没有去过。对啊。那北欧呢，它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冰酒吧。真的有冰酒吧？有。那冰酒吧，你看这里面，哦，一个桌子，所有的一砖一瓦全部是冰块做的，哎、欸，真的，这就是冰酒吧，连桌子都是冰块，哎，对，好酷哦！到你这个秘密基地享受一下，虽然呢近期内没有时间，也没有那个钱带你到北欧，但是在这里我们品尝一下那边最具特色，是不是也感觉很好？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很特别吧？在台湾就可以玩遍全世界，是不是？厉害，赞哦！来干杯，干杯。全世界唯二的冰宫酒吧都在北欧，冰酒吧可以说是去北欧旅行的独家体验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我们只花了几百块钱，就能够获得像去北欧旅行一样的感觉，太划算了！阿娘来讲冰好不好？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好冰哦！好冰哦！在这里的好处就是吃冰啊，没有感受度，因为它永远不会融化。那我跟你讲，再讲再吃第二口，感觉又不一样，越来越舒服。是吗？你相信我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讲？哦，很开心啊！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吃。有没有很像我们在这里，很像潮州的熟林冰？有没有？有吗？对。嘿，你再夸张一点。你流鼻水了。在冰库吃冰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体验完了零下十八度的冰冻感受，这一次来到了新竹，亚兰突然心血来潮，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，他想要去找一位大哥帮忙。于是我们就先将两个宝贝交给专业的保姆团，好前去一探究竟。哇，刚刚真的是玩得好开心、哦，开心对不对？真的前所未有的感受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很棒。但是你看看我的脸，怎么样？你看我的脸，没变啊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没有？我看一下，我看，嗯。没有，差不多啦。我有叫你摸吗？不然呢？没有看到我鼻子都干了，鼻子整个都皲裂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很严重啊！哦，因为这个在兽医界来讲啊，这个是生病哦。喂，狗狗就是看鼻子。趁机一点，你一定要付出一点代价啊，让我变漂亮。OK 啦，你果然是好老公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答应喽？我答应啊。好，好，走。哎，哎呦，我帮什么忙？哎，没讲，他怎么变得那么快啊？哎，这女人啊，真是善变呢，变也变得那么快，然后到底要帮什么忙也不说。我说亚兰啊，你这个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？我真是有听没有懂哎。哎，说要我帮忙，啊，突然叫我穿成这样。对啊，你刚刚不是自己答应我的，说要让我变漂亮啊？对呀、啊，那我是打算要把卡拿出来带你去买保养品啊。哎，你搞不清楚，我帮你省钱呢。帮省钱？当然啦、啊，你平常都舍不得让我花钱，我这次帮你省钱。那我怎么样让你变漂亮？所以我请到大哥来帮你啊。请大哥来帮我。对，大哥。你好，大哥。你好。怎么样？就是大哥要让我变漂亮啊。所以意思是说，那我现在就先离开你，带他去商场买保养品。当然不是、啊。是这个意思吗？不用，不用麻烦，不用麻烦。哎，在我们这边就有了。就是、你们这边就可以让它变漂亮，对，保证漂亮的。哎呦，除了会养颜美容以外，小孩子吃了很养高。哎呦，但是有条件，你必须赢过我才行。怎么说？抓鱼，抓鱼小 case 啊。哪里的鱼？在我们这边养的鱼。这个鱼啊，这个鱼，寻龙鱼啊，看谁抓得多。怎么比它？我们比它算尾数的好不好？算尾数，算尾数的。好，那大概限时多长？您说，我说啊，哎，您说，不用久，我想大概三分钟就够了。准备了啊、哦，好，开始计时啊，好，计时开始，好，小伟的、哦，小伟的，加油，
摔伤啊？加油，加油！不会啊，一定是小的，没关系。小的快，小的我知道，你只会喊快，谁不知道？快，快，小伟的快！加油，加油！好了，等一下哦。反光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！哦，这这这这。哇！哇！哈哈哈！哎，这样摔会不会受伤啊？不会，没关系。没关系哦。那里有一只小的。哇！这个最小，这个最小。这个。快快快！哪里哪里去？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等一下，你六尾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。寻龙鱼是一种力气很大的鱼，我们真的都小看了抓寻龙鱼的技巧。看老板抓鱼抓得脸不红气不喘，想必一定有什么样的诀窍。不过话说雅兰，好像是你想要变漂亮的吼，你还不给我赶快下来一起帮忙抓，站在那边相公哦。会动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快快快快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啊！你不要！哎，你不帮忙扶，你是？你很故意耶！怎样？这样啊！快点啊！我们会输啦！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大哥，大哥，再暂停一次！你要暂停？哎，哥，你都抓大的还抓小的？哎，其实我抓的比较大一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都抓小的，好难抓啊！小的活动力比较强。嘿，好，我们比较不好抓。我抓大一点的，它比较稳。你看，我就照听你的都是不对的，策略失败。失败，没关系。好好，等一下。第二个策略。好好好。好好好，我懂我懂。好好好，去边抓一下，我们这边抓这里。好，快去快去，赶快快去快去哦！哦，赶快，大哥那边了，这边了。嘿，大哥那边特别多了。那边那边。前面前面。大哥，有没有？哦，那边喽。哈哈哈，大哥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抓鱼技不如人，只好不择手段，祭出奇招啊。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求得胜利，才能够让老婆水当当变美丽，小孩登大郎长高高。这个什么寻啊？史事寻，史事寻，历史的寻。哦 ，OK OK， 哎，那这个感觉上表皮非常光滑哦。哎，摸摸看，摸摸看。啊啊！没有，好滑。滑滑，很滑，对不对？很滑哎。它的皮肤比你还光滑。对，那当然啦。还摸骨溜。鱼不是每一条都这样吗？哎，啊，这个寻龙鱼，它是怎样？已经很久了的。几亿年前了啊！几亿年前，人家寻龙鱼啊，它叫活化石，对，对不对？几亿年前一直到现在，它的寿命150几岁，一百五十几岁。你看，我现在随便抓一尾起来哈，夯不啷当，不啰嗦，岁数很大。来，真的吗？来，几岁？几岁？快！大哥，大概几岁？三岁。三十三十岁，这位才三十岁啊！那如果150岁会多大位？非常大，哦，那很大哦。有比我身高还大吗？最大的可以达到4吨，4000公斤。4000公斤。寻龙鱼起源于10000年前白垩纪时期，是淡水鱼类当中最大也是最长寿的活化石鱼。另外，老板这边还有养殖一种胶质丰富，而且还是美国总统指定的美味鱼类哦。大哥，那个你说胶质特别厉害那个鱼，让我变更漂亮的鱼，在哪里？就在那边，在这里。对，哎，你可以捞起来看一下吗？好，没问题。看起来外形不小哎，有了，哇，捞到了，好大哦！这是个黑鳕啊，那叫黄金啊。哦，哎，你把它真的整口都吃掉哎。这个是鱼子酱，所以是黑色的，一公斤大概100万左右。100万。